不过周围有一些拦路的敌人。嗯，那琥珀你先等一下，这里就交给我吧。要加速了。上我吗？要加速了，该我上了。这是，看起来是一封信，还有一个飞机模型。琥珀，还是由你来看吧。希望这里面有你想要的答案。我明白了。谢谢你今天来看我，也谢谢你带来的红酒，但抱歉，我不能接受你为我提供的选择。我试过了奥托，我试过了许多的路，试过去扭转这不合理的现实，去贯彻自己心中的正义。可奥托，我们终究太过稚嫩，太过弱小，稚嫩到被那些狡猾的老人当作棋子而不自知，弱小到即使倾尽全力也改变不了这糟糕的世界。奥托，你还记得我们的第一次怪盗行动吗？那时的我们是多么的心满意足，仿佛自己可以解决这世界上的一切问题。那是卡莲卡斯兰娜生命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。而在那之后，我们很快就碰到了一堵墙，这堵墙由欲望堆砌，由利益粘合，它从地狱拔地而起，将善良民众的世界切割得四分五裂。我们终究也在那道墙的缝隙里分道扬镳。我离开了自己原本的世界，却终究没有找到一个可以改变一切的新大陆。甚至在遥远的东方，阴差阳错之间，我像你一样，在无意中也酿下了最终无可挽回的苦果。你害死了自己的妹妹埃莉诺，而我害死了她。奥托，我知道你一直把我当作你心里唯一的英雄，只是我也有自己的弱点，自己的短视，自己的错误，自己的迷茫。我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伟大，我只是一个不愿违背自己初心的笨拙之人罢了。我知道在你们看来我很傻，也很固执，但即使面对死亡，我也仍然无法违背自己心中那最初的感动。只要这颗心脏还在跳动，我的身体，我的意志就无法成为一枚没有血肉的棋子。你说这样的我，换个角度看，是不是也相当自私呢？可是就算是那样，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原谅我，因为如果我还要继续做我自己，那么在我的面前也只剩下这一条路可以走。我知道这会让你非常伤心，但奥托，如果此时此刻你心目中的英雄卡莲也依然存在的话，
那么他应该能告诉你，自己为什么宁愿死去，也无法答应那些把活生生的人变成政治棋子的条件。所以，永别了，我的大发明家，在你的心中，我或许真的可以成为永远的英雄。他是如此坚持自己内心的路吗？琥珀，谢谢您为我找到这封信，德丽莎大人。哎，你确定要把这个箱子就交给我吗？说不定爷爷他也会想要这些东西。不，还是由德丽莎大人您来保管吧。奥托大人他，我知道他现在已经不需要这些东西了，而我也或多或少从中得到了自己的答案，所以反倒是德丽莎大人，我希望您能保管好他们。为什么一定是我？我不会去评价奥托大人的所作所为，但这并不代表历史不会对他做出评价。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，德丽莎大人可以亲自把这份东西放进属于您的天命博物馆里。到那时，人们可以看着那间博物馆中形形色色的展品，得出自己关于奥托阿波卡利斯一生功过的结论。这或许就是我身为秘书的一份坚持吧。好吧，虽然我并不理解你要说什么，但你本来也不想让我在今天就弄明白，对吧？啊，琥珀。什么事，德丽莎大人？琥珀，虽然我知道你我此时此刻的立场不尽相同，但我还是祝愿你能够探索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。我知道了，谢谢你，德丽莎大人。时间到了。有洁癖是很辛苦的，尤其是生活在人群之中。